大家好，我是 AI 绘画的老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这图怎么画。我们先看图，这是一张在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发行量巨大的普通邮票。如果年纪略长的一些朋友应该见过，甚至用过。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就是邮票。我们尝试一下，看看用 Mid Journey 能不能做出这样的图。先我们分析一下邮票的一些关键词。我们打开维基百科，看到邮票这个词叫 Postage Stamp，看到。 邮票的一些基本特征，哈，大概有四个，一个是主要的图像，是穿孔、面额和国名，基本上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些特征。我至于它的类型，我们看一下，我们问一下这个 Chat GPT，我们看一下，经过和 Chat GPT 的聊天，大概能总结出几个类型和油印的技术，哈，总结一下大概的类型就是纪念邮票、平信邮票。 特殊邮票、纪念章、首日封，早期的美式邮票印刷的工艺大概有这么几种哈。实验的过程我就不一一展示了，大概分为这样几个：一个是美式邮票，一个是其他类型的邮票，一个是四方联，一个是首日封。什么叫四方联呢？四方联我们看一下啊，这种叫四方联，就是一张纸上有四个邮票，但是这四个邮票是在一起的。首日封呢？首日封这种是在一个信封上发这张邮票的当天。 啊，会出现手制风，印刷工艺呢是这这两种，会区别会非常大。组合呢用这个美式邮票和这个颜色，就是墨水的这个颜色，加上这个雕雕刻的印刷的方式，这个组合的会比较风格化。还有一种就普通邮票代表其他邮票，加上这个 digital printing，就是数码打印的这种。我们试一下啊，看看这个用这两种组合，呃，会出什么样的效果哈、啊。先做一张图。 先试试这个长城，就这张图，我们试一试。我们先先看一下，分析一下啊。首先是一个长城的图案，是锯齿，有一个八分的标志，蓝色的啊。整个这个图形是偏蓝色的。我们试一下，看看这种图，用这个美式邮票方式、油印的方式，看看能不能做出来啊。我看一下这个图啊，就感觉还有点像，是英文。这我做不到，它就是跟原版一模一样啊。 问题啊，它那个钱数没了，又没没加钱数，我们再试一下，把这个钱数加上去啊。邮件刚才的这个 C 的数，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出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图放大看一下，比较一下，这图和原来的长城的邮票对比一下，看一下，感觉还有点像是吧？是吧？有那种感觉是吧？美式邮票的一种风格就基本就是这么写了。那我们再尝试一下用别的内容，看看能出什么效果，比如说把这个。 硬，就是颜色是可以改的啊，把这个颜色稍微改一下，然后一张别的图看。我们用那个星球大战那个老演员 B B 八那个机器人看一下，看一下这图出来了啊，感觉还可以，还可以，这张也可以，这两个有点变形了。再试试、嗯、其他的角色，再看看，看一下星、啊、球大战黑武士，感觉还不错、啊。美式邮票就基本这么做了、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m i n i a 出图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把这个邮票摆正。那怎么能够得到一张稳定的，就类似于正照呢？我们先思考一下，如果你想得到一个正照的，应该怎么做呢？假设我我写这个命令 m i n i 你不一定会认为你你的要求就是要把这个图像摆正。你甚至可以认为你你怎么去描述这个图，啊？其实它就是一张照片。哈，那怎么把照片摆正呢？我尝试过几种方法啊。 第一种是说强制它摆正，嗯，但是仍然会歪掉的，嗯，就是加 position，嗯，强制它变正，嗯，但它仍有机会变歪。还有一种是把它就看成一张照片，就是我前面加个 image，啊，这个这条指令嘛，其他都不变，前前面加了一个 image of，就告诉它这个告诉 Meter Jenny 双图片，这是一张图片，然后后面是图片里边描述内容，我们试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仍然会出现这种好像这个情况比之前还复杂了。但是有几率是拿到这个东西，但是我不做这个事儿也是有几率拿到这个东西的，拿到一个证照的。所以 image 这个方法好像不太行。其实老李看过一些大神们用过的一些方法里边，其中他们推荐的我一种方法叫 image of 或者是 photography of，就是把它变成照片，但是实际上效果。 和你不加这个东西，嗯，效果都差不多啊，没什么太大区别。因为你如果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图片的或者照片的话，仍然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拍摄角度不一样，camera 不一样嘛。老李就想，你什么时候能得到一张正照呢？扫描件，对吧？拿那,那个，比如说你复印一个什么东西，一定是摆正的啊，这个是不会有歪的情况。所以我们试一下扫描件。扫描件的关键词是 scanned copy。 然后加上后边的这些对这个图像的描述，我们试一下图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都摆正了？看到了吗？是不是都摆正了？当然你也可以定义，你说这个我不要黑边儿啊，白边儿，那你很简单，你加一个白色的背景就可以了，对我们再试一下，那前提是这样的啊，白色背景不能加在后边啊，后边是因为你这有一个 copy of，后边是描述哈，如果你加白色背景的话，有可能会。 变成邮票里边的，这是白色背景啊，一定要加在这个 scanned scanned copy 后边写一个 with white background，再试一下，看一下这张图是,是不是这样子的，是吧？这样子，对，基本上就这样用啊。我们再试一下别的，这个美式的。 邮票也就是这样子的啊，其他类型的邮票，我们用一些熟悉的元素来做一下。比如说，好，我刚才讲了哈，有三种哈：stamp、postal s c a m stamp，还有 postage stamp，这都可以啊。我们分别做一下。比如说，我们先用我们用 postage stamp 做《哈利波特》的海德薇，那个猫头鹰，试一下。我们看一下，是吧？这个跟那个。 比较的话，这个样子就不一样了。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跟那个一样的问题。方法很简单，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模式化的 scan the copy，然后 with background white background of 描述这个东西，它就会摆正，然后背景是白色的哈。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啊，大家有大家自己试一下，实践一下。啊、然后我们再做一个 postal stamp，这个其实都叫邮票，一个叫邮资，邮政邮票啊，其实都一个东西啊，只是叫法不同。 我们做一个 logo 吧，做一个星巴克的 logo，这图出来了啊，就是星巴克的 logo，这个是一样的问题啊，用那个方法可以解决。我们再试一个别的，比如说一个抽象艺术，吧。荷兰派的一个风格。看一下这图哈、啊，这、就是荷兰,荷兰派的这种风格，就是用大量的色块。你会发现有呃，新出了一个问题哈，它有阴影了，怎么处理？它摆不正，它有阴影。首先你用这个。 我刚才教那个方法啊，scan the copy of 摆正，那阴影怎么处理？加参数呗，加 no 去掉 shadows，去掉阴影。回去自己试一下啊。这两种风格我们懂了，还有没有别的？比如说，嗯，看看啊，这个这个怎么做哈、啊？先这个吧，怎么做？四张一样的连在一起的啊，怎么做？我们试一下。这张是叫四方连，中文叫四方连。来，我们看一下这四方连定义啊。英文定义四方连是这个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啊，他说这个四方联是一张邮票或者是一组邮票，在贴在这个这个叫 sheet 这个单上啊，on which they are printed，就是在这个单上印着这个这个。我们把这句话考出来，这个他描述的很清楚啊，我们把这句话考出来用一下，看试一下在这个 Mid j r n e 里面会什么样考出来，因为它是一组邮票，会把这个单个的邮票去掉，嗯。 它应该是一个 a small group of postage stamps，应该是四个，四个一样的 same，加上改一下，这个是一个定义，但是我不需要这个定义，我只需要描述后面那个 a small group of four same postage stamps still a t t a c t e d to the sheet on which they, are, they were printed。这个是一个描述啊，这是解释这个什么叫四方连啊。那我不需要，只需要告诉秘书 j e 说我。 要有这个东西四方连，然后后面四方连里的描述，我把这个 is 改成 of，f 我们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出什么样的效果。大家看一下，这这图出来了，看一下样子是对的，结构是对的，但是内容不对啊。内容这个张还好，这张四张是一样的，不一样。这个看上去像，但是你看这个表情不太一样。 这个也是，角形和角度都有一些微调。这个就更不一样了，这个一个人两个人、啊、颜色都不一样。我猜测可能是没有指定内容哈。我们试一下指定一个内容，上，说还让那个黑武士出场。来看一下图，都一样了。那我们尝试一下，如果画一只小白兔，这个、这个尝试画一下这个，但是我肯定画不出这种风格了。这个我觉得比较难。 我就就简单的认为它是一个简笔画的兔子吧，一个八分钱，我们试一下啊。中国邮政这几个字儿我做不出来啊，因为你汁你对文字处理，尤其对中文处理，那处理的一塌糊涂啊。我试一下，看一下这图啊，小兔子是吧？四个都一样的素描画，这有点美式那个风格啊，美式邮邮票的风格。行，如果不画成美式的风格的，自己试一下。还有一个。 表现形式叫手术风，让我试一下，用这个用这个词试一下啊。先给他一个六比九的比例，我放什么？放辆车吧。之前老演员啊，BMW M 八，这图出来了，看一下。嗯、呃，哎，这张椅子哈，就是是一个信封。嗯、呃，这个票了，这个是邮票，这个也是邮票啊，大家锯齿的哈。嗯，都有一个问题哈，看一下啊。 手如封，除了它是个封面，是一个信封之外，它还有邮票是吧？那这个我没看到邮票，邮,邮票在哪儿啊？没看到啊？我们就再改一下，把这个邮票贴在上面哈、啊。有邮票，这自己是邮票，这个是对的哈、啊。这个里边有的啊，看到了吗？啊，邮票，对的。这张是大邮票贴在一张信封上、啊。<laughs> 呃，这张是邮邮票啊，这个都不对啊。这个是有个问题、啊，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拍证照的问题啊。我们把这个证照拍上，把那个把那个证照那个方法用上啊，把这个都正过来，先再试一下，然后看一下这图啊，都正过来了啊。但是这张是对的，这张也算对的，这个也可以。结构是对的，啊，有锯齿，这张也是结构对，有锯齿。 呃，基本上是这样。那我们就把看看怎么把这个锯齿变成变成一个嗯没有锯齿的形状有没有思路呢？两种哈，一种是加 no 命令把这个锯齿强制去掉，还有一种呢告诉 Midjourney 说我画这张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风是个 postcard 的风格的，就是 post 没有锯齿的啊。我们都试一下，看看那个我们再找一下那百科，看一下这个锯齿叫什么？这个锯齿叫这个东西哈，第二个是锯齿嘛？ 把这个东西去掉，我们试一下，同样的命令，把锯齿去掉。那我们看一下啊，这张是对的，这张是对的，这张还是不对。这说明这个命令只是部分的有效，不是全部有效。说它还是有几率能出现这个东西啊。那我们再试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告诉 Midjourney 这个首日风的风格是 postcard 的风格。我们再试一下，还是有哈，还是有，但是跟那个一样哈，没什么太大区别。 那我们试试看看这个语句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试试把这个 style，它会不会把这个后边这句话的 style 变成是 postcard？我们把这个 style 前提啊，这个风格化前提再试一下。好，看一下这个图还是不对啊，这个还是有锯齿。嗯，这个边儿有锯齿，结构是对的，有有邮票，有,有有有有主题。 嗯，我们把这个改成信封试试，不要 postcard，看看看一下图还是有有几率变成这种邮票的这种格式。看一下这个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样，我们把这个 cover 用信封把这个 cover 修饰一下，再试一下，涂出来我们看一下。嗯，这个虽然有锯齿，但已经不是。 邮票的锯齿了啊，可能是风格，信封的风格。看这边上是没有锯齿的，这个没有，这个也没有。说明这个关键词有点意义啊，有点 yesterday cover，其实是要指定它是什么 cover 的啊。这是你看，这是信封啊。那如果我们把 postcard 也给了它变成这个，放在这个位置上，看看是什么样效果啊？再试一下。 是不对，这个还是邮票，这个，嗯、呃，这个是呃，也是，呃，还是锯持有哈。看来 POST 很难，可能用这个信封会好很多。我们比如说，我们再弄一下它到底是是不是我们想，是不是,是我刚才猜那样子哈？多试多试几次，看一下它是不是能够稳定的输出哈。然后这三三组实验哈，看一下，这个不对，这个也不对。 看一下这个第二组啊，这个都对对，嗯，这个好像不对，这个这个邮票哪去了？第三组看一下，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这个算也只有一边有，没都去掉，感觉还是个概率问题啊。这样的话写这样的可能会概率高一点，如果写 post postcard 可能概率也会有提升，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加，可能也有一定概率，所以。 这可能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指令啊，无论你怎么写，都是有概率会出现一个这样的边框的，像邮票的锯齿形状的东西出现。但是如果你加一些特定词，这个概率可能会有所增加，但也有可能没有啊，看，没有没有太好的办法，我现在的办法已经基本都用完了哈。 看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如果你有什么好办法，嗯、呃，欢欢迎你在我这个视频下留言告诉我哈，告诉大家看看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哈。嗯、但大概的样子应该是有概率能出这样的东西的。这个就先讲到这儿了。然后,后面我就想讲的一个是什么呢？那有没有办法、呃、让你就让这个照片变成邮票的样子？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夺冠的照片，他把照片印在了邮票上。我们有没有机会说把一个照片也变成邮票的这种格式呢？呃，我们试一下。比如说，我们找一张我们算了，我重写一张照片吧，看看。比如说，我写一个东西吧，写一个我们之前的讲电影镜头那个方式哈，给了一些电影镜头，view，然后是一个金刚鹦鹉在一个岛上盘旋。嗯，不能算是照片了。 嗯，但看上去有照片的一些质感，就是这种色彩丰富的哈，邮票加上试一下，这图出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非常漂亮，这另外一,一种风格啊，看上去很很漂亮，色彩非常丰富的，再试一下，比如说上期视频里面讲那个卡通车的形象哈，购物车带笑脸的救护车车呃汽车总动员那个形象，我们也试一下拿它看看能不能做出来什么东西啊，这图出来了啊，这个图出来了，看一下。 啊，<laughs> 还有点那个意思啊，对邮票的风格，差不多是这意思。你这个加的方法就是后边加那个邮票的 style，你可以把任何一个图像变成邮票 style。总结一下，重要关键词他们几个，如果是美式邮票的，要写上这个关键词，然后你是上墨水的。 然后什么雕用的什么印刷技术，这个这个是个大固定搭配组合当然你也可以尝试其他的，比如说你就写个 post 呃，或者是之前那个什么什么纪念邮票，你用这种方法其实效果差不多，没什么区别。它主要是这个这个起的作用，然后再加上这个风格大头照的风格起的作用，是普通的这种邮票，这个加上这个 digital print。 这是另外一种风格，但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用 stamp 这个一个单独的词可能会有问题啊，可能出来的东西不是邮票，大家自己试一下。我的建议是最好是用这个 postal stamp 或者 postage stamp，因为 stamp 这个词我们看一下，stamp 除了有邮票，还有戳儿，还有盖章的意思啊，你就小心使用、啊、这个最好是不用这个，不单独使用这个。如果单独使用、啊，可能得到一个印章、啊，还是用这个 postal stamp 或者 po postage stamp，加上这个，这是也是一个固定组合你会得到一个色彩丰富的一个邮票类型，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啊。四方联是这样子的，是这样的一个比较长啊，你加上数字是几分钱的，那、啊、当然你可以去掉就没有了，然后不写就行了。嗯，狗日风也是这样子的啊。图片摆正的方法是用这个 scan the copy of，然、啊、后后边一堆东西啊，你就得到一个正面的摆正的图像。 嗯，但我觉得它也是有概率的，它只是比其他的方法可能概率更高一点。好，今天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